我有80几岁的父母，还有嗷嗷待哺的80几岁的父母吗？你父母80几岁还在嗷嗷待哺？哪里有待哺吧？想太多，是游民皆有吧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有家我有家，我是要看师傅的铁砂掌厉害，还是现在的物价上涨厉害？每周六日晚上9点，卫视中文台《封神无双》。